你会煮鸡蛋吗？我不会。你在搞笑吗？不是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不鸡蛋吗？这是鸡蛋，我知道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不煮蛋器吗？来不及了。还有别的早饭吗？他们？他们就吃个鸡蛋。这样胆固醇会不会太高了？哎，管他呢，来吧。可别砸碎，别砸碎。煮开了以后，反正你就说，哎，早饭没吃啊，你就上来，你先吃点早饭啊，我们边吃边聊，懂不懂？啊，我去写稿子啊。那我把今天那个计划写了，对，你看一下。然后把 PPT 准备好。三分钟。啊，我先李诞准备的。马上。哎，怎么打出蛋花来了？碎了。完了。哇塞。哦，把这当碗啊？太过分了吧！不是，可以，到这里面，你在搞笑吗？不是，可以。哇，绝了，谢老师，绝了！哇塞，真的有一个坏了。来，先给他们几个煮鸡蛋吧。不会把他们烫了吧？